啊！我知道了，你是食神刘一嘴的女儿刘依依。哼，知道了，你还敢抢我的东西？今天我没有抢到财宝，我认了。可是我们天地双雄，从没有空手而回过，所以你要跟我回去，帮我做一桌好菜来赔偿我。呸！什么天地双雄啊？平时只会烧杀掠夺，根本就是混蛋狗熊。凭什么还想吃我做的菜？看你们没那条狗命！刘一，今天我要撕烂你的嘴！刀，嗯。平时我是用这把刀来杀猪的，今天我就用它来对付你们这两只蠢猪。慢，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成何体统？多管闲事，兄弟，杀！好，杀！姑娘，借你菜刀一用。啊，喂，你不能用那把刀！以后谁敢在这儿拦路抢劫，我让他光屁回家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请问公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燕草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是刘依依，食神记得当家的。哦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女食神刘依依，久仰久仰。家的，我看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大娘，你别催我嘛，我还没跟燕公子好好道谢呢。刘姑娘，一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，看来你们赶路吧。这个刀还给你，走了，我们上学去吧。